当很多干部，但是主要都是在维事，没有啦，乱讲。你们班上是在酒店旁边是？所以你现在，那你现在什么时候开始打篮球？高中。那高中在你是男校女校？那个从打篮球之后就变成风云人物。可是你是男女合校还是？是啊。哦，那就厉害。对啊。那应该很多人把你吧？还蛮多的，我最高纪录就是同时六个男生在八人，对，然后大家都是互相知道，假如说现场六个这样，都互相知道对方哦，然后每次我只要一打球，你们六个就会一起来，然后一起看我打球，一起跟我打球，然后同时献不同的殷勤，哇，玩那么大，哇，然后就是等老娘看要选哪一个，还用老娘这个单词吗？真的，有没有上主要弄一下？